好朋友来，东东啊就爱唱歌啊，归队来了。嘿，来，今天好朋友他们是彰化县永靖乡四方歌唱协会的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欢迎，欢迎。然后演艺圈有方方方方方，阿姨起方方方方，哦，四方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呢要介绍今天的评审团啊，东阿唱歌啊，来，第一位是我们的郭世林先生。再来艺人朋友，第一位屏东的钟天，欢迎。第二位台南的陈淑萍，陈先生。还有南大的张国洲先生，国洲大哥。哇，你咋这样啊？我快都到到顶。啊，上重要是这唯一的一个女生思安，嗯，这个大家对她不是很熟悉，但是其实哈。好好介绍一下他的学经历，会吓死你。他在我们南部是天后，哎，天后嘞。我们就是住高雄都听过他，因为我只负责东北角。人家是天后，在天后级哎，唱歌真好听，而且是第一道来啦，那位新同学，等一下再跟他好好的聊一聊，对不对？现在介绍第一位好朋友，第一位是这个哈。来自中天的这个中天，哎，中天，欢迎。中天你圣公跟中视的分公司嘛，对吧？我们是姐妹台。中视跟中天是同一个头家嘛，同一个头家，中国时报的嘛。哎，你也知呢？我知啊。领导，啊，跟时报周刊的嘛。我冇听啊。要个中钢公司嘛是恁的啊。是我的。中天终于有一天又来到大家来说笑，我是跟他过来呀。系啊系啊，阿龙在拍戏嘛，拍戏嘛有啊。我做庙会，庙会啊，趁钱嘛有。哎呦，哎，庙会啊，我感觉我拢无法度趁着庙会钱。啥物啊？奇怪。因为我卡迄个啥，卡乡土。我嘛就是 local 的啊。别，你的质感卡管种的。我感觉庙会就好耍，因为庙会吼，因为拢开去装卡啊，大家拢足久无看到明星啊，总共有一个庙会就来足侪人，对。迄种的比开演唱会还开心。庙会人听讲人伊做庙会拢有爱学一挂口技呢。啊，你都你也搞假者哦。好，然后最近吼，就去有屏东吼，啊参加一挂庙会啊，我稍微二两个啊吼，咱拢模仿人物对不？模仿人物无搞，我模仿神明。哎呦，怎么可能？当然啦，我模仿神明哈，神明会讲话，会咯哈。老师给点 music， 观众朋友啊，中天启动咯，现场有什么笑亏的代志要发生嘞？咱搁瞧落去。小气呀，挺好笑哦！啊，那个家伙，我敢。
哦，我就给你报备哦，听好哈，金猪破衣真欢喜，金猪宝宝来出世，带着财富甲运气，拄啊拄着好时机，亲戚朋友真介意，好家平安大赚钱。财富甲所有好运拢给你哦！谢谢哦！啊，你得到你红彩甲国门的听堂好吗？我再来古水的中天，会来模仿多一位神明嘞。林哥吼，最近拢甲我怨他，讲伊拢困袂去，讲你吼外口伤操劳，啊，这粒拢无甲食落。中天启动魔法秀，火气顶场咯！啊，拍破我一个，这公司来搞分钱吗？开始是唔敢啦，拄只我的好朋友有甲玉芳祝贺，当然我嘛袂使漏开，对唔对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我来祝贺我边这个帅哥啊，哈，听好哈，金猪报喜真欢喜，看到康康是笑眯眯，事业拍拼真顺利，爱情嘛是有佮意，事业爱情拢如意，幸福美满过日子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师傅，我讲不讲？但是啊，安怎？你这个面相较可气。真缘投啦！哎呦，真够！师傅啉酒醉啊！啊，但是啊，我你知无？啉小酒醉当然啉啊，你嘛有啉啊，咱感觉会点啊？人讲酒落喉，喉就开，喉若开，心火就开，啊，心火若开，你嘛大赚钱对吧？对啊。但是我刚才看会出来，你一个所在，看来无什么对。是当位嘞，刚才讲出来，指点一下。咁不讲，讲出来。咱这个时段是保护级的呢。我记，阿公阿妈，你甲恁个孙的耳根甲遮起来，莫听到。嘿，阿伯嘿，嘿嘿。好啦好啦，今仔日吼，我讲新春大放送啊。哎呦，哦，当然咯，你个叫我欢喜，所以我送你一个金光闭闭丸。啊，什么丸？金光变变丸啦，变变丸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当叫来变变，可以来当高钙。哦，阿妈拢嘛讲咧高钙啊，爱食高钙。好嘛，好嘛，当是我安尼哦。迄个葫芦甲我客咧啦，我只拍成了丸，是哦，快点。哎呦，这师傅咧创啥？不是真的。这是金光变变丸呢，我甲太上老君甲花道中要介绍一个呢。来，这个书给你。书。康康，书下去，书下去。啊，我做来讲话嘛。你若现场若无接落去吼，就是看袂起咱所有观众朋友哦。哎呦。哎呦。请。师傅，我敢会当继续身体有歹。我知影有一个人身体比我较歹。是吗？我们再见。林某吼，最近拢甲我怨他，讲伊拢困袂去，讲你吼外口伤操劳，啊，这条拢无甲食落，啊，哎，这个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啊你这老，你跟甘米家甘那久啊？你难怪看看，嗯，那中天这部的吼，阿娘话。伊专门咧骗钱啦，拢用这部的啦。所以讲，最近阮电视台内底咧录咩吼，我提百几粒嘛啦。好啦，其实你也是七星加巧克力啦。哦，是巧克力啦，真的好简单呢。哎，不过伊咧
模仿两个是两个哈、哦啊，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面了哈、哦嗯，都未使有心面，我来祝福大家，我本身无来祝福啦。对嘞，我当然啦，我等下祝福咱所有的亲戚好朋友，啊，加咱两位主持人。哦，谢谢。啊，咱完先为这边开心。康康开心。康康人生真顺利，玉芳公婆真嘉。哎呦，大家拢来看电视，家家户户拢团圆，来甲中西赚大钱，说说笑笑比口开，笑笑欢喜过日子。哦，你看，然后共得的是康康过来，玉芳过来，大家来说笑。哦，每一句词的前面的第一个字连下来也可以。甚至台语也小中了，谢谢谢谢。那像我们那个。玩纠葛哈，张国忠碰碰纠啊，对，玩民欧鸟斗鹿侠里面的主席，他是个很敬业的人，每次我们在那边开玩笑，那边玩，你知道我们台中比较少，那边反正看一看我就会了，那么他不是他就很认真的，他都是做完功课，然后带好自己的东西才来到现场的，哎，哪个冒这很流生菜的感觉，哇靠，他不跟我们混在一起的，他就是要保持那个，因为他等他进去之后就不会 NG。那我们有时候爱玩 NG 就被骂，他不是，他只要进去里面不容许自己失败就对了。他呢，但是我讲了，伊吼，伊永远我抓袂到，伊正式来甲彩排，永远无解到的。哎呦，是安怎？我有一个情节就是，我是警察嘛，我是副州对不？爱是主席，哎、然后在讲说那个坏人怎样，伊就讲，伊就嘛开心啊，对此对到他讲话，说这个派哪了？我抓到，我能崩皮对双杠，你一边个死，那边崩皮，那边崩皮，一讲，我就怎么样了？假如灯光到那档期，他会爽。他那个戏的那个戏感来，就一直讲。他平常有时候讲话也是这样哎。但是他完全入戏，他就这样子。然后你不能顶撞他哦，你顶撞他说我祖先哎，不是祖母先哎。硬底子老演员哦，因只要知道那个大纲，对，爱你嘎子瓜。自己的台词，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个 tempo 怎么接啦，因为永远等不到最后一句。太厉害了！哎呀，所以改条线啦，我以后嘛要学。我主线，主线不是主播线。来，你今仔庙会应该也当唱歌嘛？庙会使，因为无唱歌就袂当领钱呀。啊，你不唱歌，我就欢喜就好。欢喜就好。人生海海，甘需要拢了解，有时嘛欢喜，有时凊彩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，那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水工嫌车无够怕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吃，嫌某伤歹看。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顺好惊血压高，水某会伫恁家。啊，人生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嘛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梦内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。欢喜就好，啊！规工嫌车无够怕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吃，嫌某伤歹看。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顺好惊血压高，水某会伫恁家。啊，人生短短，何亲像在佚佗，有时麻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梦内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鼓励鼓励。来，我们让评审给我们几分。来，我们的评审，请举牌，有没有？第一位，我们的郭士林先生。全台湾从头到尾一定都听过声音吗？
来哟、哦，小腾腾胖公公的拖油鸡来了，胖公公公公胖的拖油鸡又过来了。前有测速照相，前有测速照相，限速五十公里。来哦，吃冰冻上好吃的粿，过来啊，对对对，粿。菜头粿，鱼粿啊！今仔人咧困中昼啊，妈妈问一汤阿婆，恁祖妈家独只两粿啊？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陈思安哦，他要安排他的新歌《体会》来。掌声欢迎。上这个节目吗？第一次。那我们要先请教一下那个我们的思安，这张专辑的曲风是哪一方面的？读了多听到的体会哈，就是其实我整张专辑的感觉，就是讲，人讲放眼看天下，用心体会这个世界，所以有体会对感情的体会啊，对亲情的体会啊，对真侪包括夏天夏地的体会，啊，还有男女对唱的爱的碰西沙，还有比较特别的这摆的歌曲，因为韩剧哈。这几年在我们台湾也很流行的，那么我这次的台语歌里面就是那个韩剧式的台语歌，因为现在走那个韩流风，对对对，韩剧都很可怜，大概都这样会感啦，上去便宜啦，吃好啦，重点要叫我挂掉，失忆啦，失明啦，你最爱看韩剧耶，对啊，都要叫我看什么野蛮王妃哦，葡萄园，葡萄园之恋啊，你看葡萄园之恋，一第一句话说，哎，你有没看那男主角好丑哦，然后这样讲人家，哎，画布演得补啊，而且你唱歌拢是真有感情，而且感很有台湾的味道，对，我觉得二姐的味来，对，很有味道。所以我是小江蕙，哎，所以有一对专辑叫做《我不是江蕙》，哦，我这我下一张专辑叫《我不是周杰伦》，干嘛这么难受的参加？我最近到埃及拍 MV 还被恐吓，什么意思？不会不会，郭士林连我郭士林都站在一起，孙燕姿真的哦，啊你都老我高哦，我在跟你哦。那我们希望这个大家支持我们正版，还有本土的艺人啊。好，谢谢思安，也大家多支持思安。好，我们来看思省给我们支持。南部跟高雄是很有名的人。我讲梁山爱公安来讲，梁山根本是梁二，梁山的梁，梁山的梁，啊，山上的山，对，可是梁二英弟弟啊，是英公公。啊，其实我爸爸上早期是嘛是唱片，唱歌，唱歌。
比如讲，青红灯照着过路，唔知阮一人何时再相会。歹命阿高兄，还是酒场阿高兄，拢是爸爸的歌。对那你爸爸也是大明星，那他一定他的朋友也很多大明星喽。对，其实吼，因为很多人要宣传唱片，就一定要去接受访问，所以他从小一定看到很多。名人有，尤其迄阵阁有拿波酒嘛，拿波酒大歌厅巴德路，对对对啊，所以有出侪机会，我会当看到像于天啊，然后走啊，陈英杰啊，在当时啊，包括江辉，啊，你有看过诸葛亮爸爸无？有。啊，我先。我对印象上深。为虾米咧？因为人总是有大起大落的时阵嘛，是哩哈。像伊即马啊，有人讲伊。伊去做庙工，吼，啊嘛有人讲伊咧放婚假，啊嘛有人讲伊咧走路啊，吼，到底伊伫底？走路就忝的，不知道在苦在坐年啊。坐高铁啊！哦，即下坐高铁啊！哦，是啊，就是行踪不明啦，吼。但是呢，他我小的时候的，让我看到伊会来对阮爸爸讲一寡话，做一个代志。你爱阮爸爸，好啊，我爱恁爸爸，安尼哦。梁山先生，梁山伯玉，哎，迄个大。谢最近哈，伊拉欠淡薄啊哈，啊大你们加减起来小天下，小天姐。我听讲你咧借钱拢唔捌咧还呢。啊，这代大家拢知，代志都唔免讲出来。唔是啊，我是讲吼，我厝内有迄个200几岁阿公，100多岁的阿妈，我老母嘛80几岁。拢爱靠我饲，啊！我寄过来的某几大堆，足可怜。我看来你应该爱借我吧？啊，借讲好也是无得还的哦。这借你是无要紧，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先甲你问一下。你结果呢？真正对你的唱片有帮助？站在这边听他的声音，很少女生的声音可以学诸葛亮，这么一模一样，因为女生拢是耳神韵，伊在弹都爱声音，完全拢赶快诸葛亮呢。而且连诸葛亮爸爸会讲话的台词都一样。哎呀，你虽然这么会表演，爱情啥物人要叫？全台湾从头到尾一定拢听过声音哦。来哟、哦，小腾腾胖公公的拖油鸡来了，胖公公公公胖的拖油鸡又过来了。来哦，正冰冻上好食的粿过来啊，芋粿，菜头粿，地粿啊，今仔人咧困中昼啊，妈妈问一汤阿婆，恁做嘛该独食两粿啦？好，来，我今天来讲这个跟母子有关系啦，哈，那个水族馆哈，水族博物馆，啊，就有一对母子妈妈带囝哈去参观，佮行来到迄个沙鱼池的时阵，迄个会食人的沙鱼池哦，结果一个安尼，伊迄囝安尼看较足欢喜，无注意说，然后掉落，吓落啦，危险嘛，系啊，迄沙鱼池啊呢会食人的，结果即个妈妈看一个着惊，讲，哎呦，救人哦，好救人哦，今日甚物人要来救我的囝啦？这个时阵，伫边啊管理员就足受气的，气噗噗的走来讲，哎，太太啊，你是用袂看阮的告示牌啊？你写到足清楚的啊，不要喂食，袂使饲呢，你来甲你的囝甲等你池啊内面啊。啊，这个管理员是偷搞你个派，人家是要自杀的啊。囝仔不是饲料啊，什么自杀的？身负重责大任，听讲伊要来爆料。哎呦，康康哥呢？伊阿未进入演艺圈之前吼，就是伫拍布咧唱歌嘛。哎呦，他们拢老等等啊。差不多安尼啦，老干内衣叫。对对对。你哪来的内衣？如果说我有穿的话。然后啊，我看
看过伊啦，其实迄阵我看过伊，伊拢带很漂亮的妹妹哦、喔、来录音哦、喔。我就问迄个录音小姐，我就讲啊，我跟康康哥上过他的节目嘛。伊就讲，哎呀，你看到康康带一摆妹妹尔，唔是啊，伊来咱录音室来两二三十摆吼，逐摆来拢嘛带无同款的，一个比一个更水，一个比一个更加辣，腰酸泥薄，脚床顶酷酷，走路嘛拢会湿的呢。以前呐、啊，以前比较不注重卫生。开玩笑，我也忘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了，对，这也很正常啊。对啦，对啦。现在就是我还有带过男生去，那就不正常了。不是啊，这些纯粹是这样，你不可以说因为我。我是介绍朋友去嘛，哦，对啊，是安尼吼，起码跟我介绍。现在都拢无去啊，对，那伊成名啊，得免啊，对啦，得免啊啦。啊，不过我听讲思安的声吼，是全台湾人最熟悉的声音。是哩，那有这种说辞。其实吼，因为我平常除了做电台，然后出唱片以外，我嘛有咧做配音的工作，所以我过去咯，过做者大街小巷，你听到迄个叫卖声音。对对对，比如我要示范个几句，安尼哦，好好，安尼行不行嘛？你配过的，我配过的，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是不是也是到时候请两位哈，也来试试看？我来听看嘛，我这下讲的，我来听。来听看麦哦，来哟，小腾腾胖公公的兔油鸡来了，胖公公公公胖的兔油鸡又过来了。哇，真的掉，真的掉啊！哎呀，他在台词上下。就是伫龙林录音室迄边，啊无啊，头家声，头家真正有怂，真正写了好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有听过无？有，来来来，人家拢有听，就是伊在讲的呢。是。第一，他才讲了足顺的啊，华丽华丽。娃娃，来哦，来哦，好食的兔肉鸡又来了，胖公公个公胖的兔肉鸡又过来了。够够，修理刷窗刷门，修理电风电视，修理灶卡便所。哦，这我捌听过，你捌听过？有啊，台北真少啊。无，这个有迄落爱配歌啦。什么歌？忙啊忙啊，等啊等，修理刷窗刷门。修理电风，但不是买伊啦。修理电视，修理灶卡，不爽。伊还以为家己搁套一挂挂入去内底。还填时间呢？较早真正有人安尼修理呢。啊，够有无？啊，有够有。你若咧开车吼，你但都爱拢带去演。对对对，有。你若咧开车，啊，是毋是拢惊人超速爱罚钱嘛？哈，测速所以就迄个测速机啊，对对对。我马爸那也是你配的、啊，对你注意回去听做写噻。前有测速照相，前有测速照相，限速五十公里，请依限速行驶。南下有测速照相，前有警车出没。真的，哎，安尼讲个对，啊，无你也有代志，头前有咧翕相哦，头前有咧。会使呢，这当用心的品牌。真的哦。对，安尼印象更加深。啊，你也会，会记得比耶。啊，搁有咱迄个屏东迄边。对对，有啊吼，大家上爱食粿。屏东上好食的粿，有甜粿、蚵仔甜粿，啊，搁有油葱肉色粿哦。这嘛是你哦。录好多、哦，你是几岁开始录的、啊？大概哥哥有那个录音室哈、嗯，我的莫名其妙被抓去。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到大就在听了呢。啊，你刚刚录过一种迄、那个，嘛应该是迄、那个，来哦，超好的蚵仔饼都来。有啊，这也是你啊，有录过。啊，小酒嘞，小酒嘞。哦，对，小酒嘞，啊，搁一种，有一种的音麦考得来。对，一种。美丽哥，美丽哥，好食的美丽哥，都来啊！阿公阿妈，我是美丽哥，有啦，你咋播的弄？哎，我是美丽哥，还有咧搞饼哦。哎呀，你真的，而且看刚几天刚来南坡，嘛有伫阮的哥哥的录音室咯。对啦，伊个乌龟，伊个有种来哦，正冰冻上好食的龟，过来啊，乌龟，菜头龟。
离过啊！今仔人咧困中昼啊，妈妈问一窗阿婆，恁祖妈该独食两过啦。妈妈拢用，妈妈拢用爸爸甲囡仔讲。所以今麦好像只较庄卡所在，也阁有这种叫卖啦，市内就较少。你用这个小，迄个土豪家的感觉来介绍好无？好来，有法度无？好啊好啊，来哦来哦，陈思安的新专辑又阁来了，内面有体会爱的碰西衫、庄卡松、保证好听，阁袂跳针哦。陈思安的新专辑又阁来了，好听哦。你咧讲话其实有一点啊像迄个什么人啊？张秀清咧学迄个刘燕燕。来啊，感觉两来啊，来哦。来哦，来哦，哎，你等下讲我较亲切、较亲切的对。啊，你知道刘燕燕吗？我知啊。哦。离开了我家乡，深深爱你在心头。其实思安的声音可塑性很强哎，下次有机会再来玩模仿。模仿，对，你要常常来上我们节目哈。对啊，来鼓励鼓励。请评审给分。来，我们评审请举牌给分。第一位，我们的郭士林先生。看看个个臭屁！阿姊，我你演哪有啥？哪有啥？我伫电视台内底，董事长因某我嘛困过，总经理因某我嘛困过，甲我咧主持的迄个我嘛困过。迄个甲我共名，我是拄仔甲侯昌明有困过。周大哥，欢迎国周大哥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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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哪里拍拍？阿老哥，他得两个替班。阿老公，你这足够的，一个少年辈啊！预防啊，先啊，张国周大哥，谢谢。阿老公。哎呀，因为医生讲，伊袂当看伤过歹的人，伊有一条你看到，伊阁穿西装来。你会当来是因为你穿西装，菜头拢无来。有啦，伊有讲伊要来，我想讲安尼嘛歹势，人要来就无人来，袂安尼歹。对方就惊伊个囡仔先生讲教我干。我起码会戴太阳眼镜呢。无啦，太强是安尼啦。唔是安尼啊。是啦，你放心啦。我咧讲，人因囝外因斗的。我咧讲，那你吼对人因男朋友对袂着，我咧讲。嗯。迄个阿结婚啊？没有，无。我从男朋友在台湾未婚怀孕。不是不是。因我冇看过，我冇啦。小叮当呢？因安人因头骨体贴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讲，冇紧，你放心。今仔日为着要上你的节目，你讲咩？主席呢？不是主播席呢？这个讲啥？别讲保守秘密这件代志啊！我讲保守秘密啊！啊，若讲到保守秘密吼，这我专门的。安怎呢？你著知影。咱定来去加角对无？啊，尤其是面对受刑人吼，一摆亲像一个加角内底有当时啊，上少三四千个，啊上侪五六千个啊。结果入去吼，我甲因问，我有一工去，啊拄啊因四个出来咧开讲，啊四个出来咧开讲吼，四个外国嘴呢，讲因这四个拢好朋友，拢好朋友的时阵，啊，就同齐讲因有一工出国去佚佗，啊出国去佚佗。拢无人捌因嘛，无人捌因。伫国外无人知影讲因啥，啊，就安尼关伫饭店内底无聊，无聊，啊无聊，家己啉烧酒啦，啊啉到酒醉，吼，四个就带拖咧。伊讲安尼啦，咱四个拢好朋友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心内话，咱拢讲讲出来。这叫做真心话大冒险啊！对，爱讲出来。啊，讲出来了后吼，啊，出这个房间门都未使阁讲啊。第一个，迄个叫做张伯洲，就先讲啊。伊讲要讲真心话哦，我甲恁讲啦，我伫银行咧上班啦，内面的公款吼，
我跑操的6000万，走去投资股票，好你加载，阮银行的经理拢无人知。这第一个张伯忠，第二二个康康，康康搁较臭屁。啊，今仔你演哪有啥？哪有啥？我伫电视台内底，董事长因某我嘛困过，总经理因某我嘛困过，甲我咧主持的迄个我嘛困过。侯昌明有困过，可能主持人嘛，迄个甲你共名的啦。结果伊嘛臭蛋，啊一个臭蛋了后，第三个搁臭蛋。啥物人？伊讲讲，你遐还阁无够看。那我迄哦，你甲看，公款泡泡的，十外亿款款的，哇嘞！我是第四房的太太，款的怎走来美国，拢总款要几千亿的，人拢掠我袂着。第三个就臭蛋，老王的啦，姓王的啦，老王的啊，吃你袂看啊，老王的，即摆咱卖讲名啦吼，即摆第四个，迄个人讲第四个啊，你唔着讲，迄个讲，我哟，我拢无啥物歹处啦，为了歹处吼，我拢会去共做尿白啊啦，代志然后我听到吼，我的嘴甲把那米摊三工全世界拢知啦。原来是安尼嘞，转来尔台湾调查局的总啥呀？几千亿，总确定啊？对，总确定，总确定啊！这个讲来鼓励鼓励，来讲，来讲，我讲讲朋友做伙吼，有当时啊唔通想过臭蛋。我一个朋友吼，啊做阿舅啊，阿舅啊，吼，这个阿舅啊实在最爱臭屁的，叫碰红椒，碰红椒啊！啊咧有一天伊咧食头路的时阵吼，无代无志，公司甲升起做经理。好，伊就外臭屁咧啊咧，西装穿咧，啊，就来甲所有的朋友亲戚遐就带电咧。好，义芳啊，你敢知？我先去做经理啊，经理外大，你敢知？啊，咧对咱永靖乡吼，通身通人知影讲我先去做经理啦。落尾手，空空甲讲一句话，伊讲阿舅啊，等你做经理是咧外下摆，那鸡仔路吼，空放落落来吼。公司人，公司三个拢经理啦。阿舅，我就起毛歹啊！你讲后尾就差遐济，假闹鬼即型的，扛棒落来，公司人，公司三个拢经理，就去问康康啊。讲康康，你敢真正有遐看我遐无去？伊讲唔是看你无去啦，咱楼骹咧卖肉粽的迄个有无？迄个嘛经理。伊讲啊，你若唔相信，呾行动互你，你敲电话。问咱楼骹咧卖肉粽的迄个是毋是经理？阿舅我都唔信邪咧，电话卡，喂，你遐卖肉粽的哦，叫恁经理听电话。迄个小姐安怎甲应呢？请问先生，你要问肉粽部的，还是菜粽部的？敢若卖肉粽的两个经理。坐就对啦。无啦，迄个讲笑，咧讲笑啦。到位啦，到肉粽甲菜粽。嘿呢，好来来来，他拄啊吼，吼，这个腰酸啊，这个腰酸啊。以前我教你演戏，教我咧演连续剧啊，乌鸟大女侠，啊，讲要甲我闹开。安怎？讲我咧一摆录影，讲演戏一摆台词拢无同啦，啊，讲拢即兴的就对啦。即兴啦。啊，我即摆讲伊。他拄仔你有感觉讲伊讲话常常咧出错无？即个人真烟头，烟头啊，足紧张诶，真紧张。啊，一句台词哦，伊都做副所长，一句台词就伫外口直直背。好，啊，到阮要正式录影诶时阵哦，我就讲诶，总天台词记好未？伊讲有啊，记好啊，我干了一句尔，足简单诶。好，阮就正式录影。正式录影诶时阵哦，啊，伊做警察局诶副所长嘛，我就讲诶，副所长啊。迄个歹人即马人伫倒位？伊讲，报告主席，迄个歹人哦，即马伫派出所。我哈，歹人会伫派出所啊？唔抓着啊？伊讲啊，唔对唔对，是咧，脚骨顶来啦，伤紧张啦。迄个歹人即马还阁伫山顶抓无着啦。哦。你甲看，紧张到现场就转乱去啦。哦，个家己编台词的对。家己诶，家己编咩？负责一定伫派出所服务啊。嘿呢。就直接想，啊，你歹人伫派出所。啊，派出所就抓着，派出所。你袂当个蹲吗？爱蹲会啊，爱蹲啊。爱想即个硬底子老爷爷。
派出所，嘿，地方所，阿公阿人抓到，我希望去派出所，但是真阿未抓到，伊山顶，哦，就登未过啊，都无阿大，哎呦，是嘞是嘞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伊啊，你听讲登未过，拢变查某体嘛，去派出所，啊，歹势。就熟个啦，思安外巧，你敢知？所以讲，这个查某囡仔，他拄仔你咧看，你表现实在厉害。嗯，真正无怪讲，人讲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少年家啊，这厉害，你甲看伊咧表演，咧讲国语讲到遐标准呢。你当作讲伊是外省人呢？他拄仔伊咧讲个土油鸡哦，好食的土油鸡，长江上的鸡哦。我甲你讲，伊去学啥物人，你敢知？学啥物人？第一个元素者，白冰冰。白冰冰较早咧卖粿的啊，真的吗？你唔知较早白冰冰要咧卖粿哦，唔知道阿爷咧卖菊络呢？啥物菊络？较早咧卖粿，伊古早有一条歌啊，做唱未煞有无？就敢若你头拄仔咧讲的，爱有加音乐，啊，佮加广告有无？我咧忙啊忙啊等啊等，白冰冰完了，粿哦，哦粿哦，好食红豆甜粿哦。白冰冰这块粿足好食的、啊，真正安尼，你真正安尼唱成起来啊！罗伯秀、陈思安看到伊安尼吼，讲、哦、哎，白冰冰卖粿都会唱啊，我陈思安你就爱比伊较唱啊，哦、我来卖鸡，卖鸡比伊较大只，我个小鸡啊，哎呦鸡啊，好鸡啊鸡啊，找你那无简单啦、啊。举一反三，我来来来来来。啊，你今仔今仔要甲观众朋友唱歌唔？啊，今仔日我若唱歌，就唱输因两个啊。你你就一道唱赢啦。我听讲话，讲今仔日这个帮手吼，来头不小。我讲，我今仔日特别邀请的吼，歌唱协会，咱秀峰歌唱协会吼，内面上少年的。南部七县市歌唱冠军，上有气、上水的，好，要跟我合唱一个。那我们欢迎张赖明女士。好来来来来来。阿姐，这上有气的，对啊，这少年他门家你白色的，你白裙的，白裙。人家够你红的咧，安尼哦，安尼今日你两个这样，安尼哦，安尼今日你两个要唱什么歌咧？四季红。哎呦，这下有开啊！阿妈，画五花。你阿叫阿妈，人又去耶，是你去耶，你爸。妹妹去阿妈，你唱歌时阵爱看伊目睭，安尼较有感情，对无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富贵昂，掌声鼓励。春。想袂几日工，啊，不知阁通也唔通。倒一项，啊，感觉有别项。马文笑，目睭干。你我恋花自自红。嘿嘿，嘿嘿，啊，吃吃吃。想袂对你干，啊，不知阁通也唔通。多一项，啊，今夜有别项。马文笑，目睭干。醉得你头自自红。谢谢谢谢。哦，唱得足好诶。所以讲专门请拍手来，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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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来，来，看国舅大哥得到几分？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，一个白哦。来，第一位，我们的郭士林先生。看一下总成绩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了。来，一号选手中天大哥40分，二号选手陈思安。
可以让你笑口常开，诸事顺利。今天勇敢，我赚大钱哦！谢谢高总。